嗨，大家好，我是大叔。哇，这次真的好久不见，因为大叔要出国一个月，去外国打工，现在才回来。然后回来那个家里就有堆放很多寄来的东西，但这个最重要，这个是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 Cosi Nature 的 Nam Nam 系列的第一只，这个胖胖狼，很爱吃的这个胖胖狼，他是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要讲，反正他就是胖胖狼。这个 Cosi Nature 这个第一个这个 Nam Nam 系列的作品呢，非常让人的惊艳呢。刚刚我打开，以前我在会场有看过，但是他有做过很多的修正呢，就是会场展览的跟现在大货出来有不一样，所以我刚打开又先看了一下，才开始开箱这个介绍，真的是改进了不少。好，那这个 Nam Nam 系列的这个胖胖狼，就先来看它的细节。好 ，OK， 预备 ，Go。哒哒，大叔回来了。好，刚我们看过他的细节，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汉堡包。他下面已经很多汉堡包，他还有汉堡包。那个汉堡包呢，它可装可不装。这个爪子呢，它是铁做的，最早是那个也是这个树脂做的东西，然后后来作者把它换成这个铁制的爪子，所以蛮危险哦，蛮尖锐的，要小心啊。然后呢，它可以另外一种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没有装汉堡，然后我们现在把汉堡装上去。这边有洞啊，有洞。装上去。它的爪子你看，可以从后面穿到前面来。哇，有没有爪子？插着汉堡。那个胖胖系列就是说，很爱吃的，对不对？所以他有很多的汉堡。然后呢，他这边用了万磁王的头盔来装什么？装冰淇淋。所以呢，会长得跟大叔一样胖胖的，蛮可爱的。然后他这一只身上的这个衣服啊，我们可以看到比较近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立体的哦，它的格纹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不是画出来的。这个蛮厉害的，他不知道怎么做出这个形态来。然后呢，在背后这里啊，衣服的皱褶都有做出来啊。在一个雕像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算是蛮用心的。然后这个很多的汉堡，这个大叔也蛮喜欢吃汉堡，然后冰淇淋我也很喜欢，
可是我现在血糖太高，不能吃太多。好、哦，还有这个毛，我记得之前在展览会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毛，这个毛是后面才长出来的，它长大了。这个就是作者在第一展览的时候，它是一个圆形，然后后来他要做大货的时候，他有做很多的修正，把这个作品呢能够更完美的呈现，哦，来给这位各位这个收藏家，哦，这个就是这个作者 Darren 对他的作品的用心。然后呢，这一只我这几天回来有把它寄给几个同好，哦，有同好有订购这个，寄给有同好，哦，有几个同好都回了讯息给我说，大叔谢谢你，因为这次真的很可爱，很漂亮，哦，然后他们都很期待我们下一只胖胖鸭，哦，胖胖鸭，啊，就是死侍啊，哦，下一只很快就会来，因为第一只因为工厂跟作者的配合，哦，然后作者要求比较多，要求他们一直改，把它那个品质改到好，哦，所以时间拖得比较长，但是呢，第二只很快就要来了，哦 ，OK， 所以呢。要特别密切的注意我们这个 Cosi Nature 的胖胖系列。好，大叔今天这个 Cosi Nature 的这个 Num Num 啊 Number One 第一只胖胖狼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好，这几天大叔回来会赶快把我现在堆的东西呢赶快把它开箱跟各位分享。哦，不然说真的已经堆了太多了。但因为而且大叔很快又要出门。然后请继续支持我们疯狂大叔玩具仓库 ，OK， 拜拜。